英国男星罗伯·派丁森凭借电影《暮光之城》系列爆红，还因戏生情，与女主角克里斯汀·史都华交往四年，后来女方被爆出劈腿丑闻，两人也就此分手。随后，罗伯·派丁森一度陷入事业低潮期，但近期主演的多部主流电影都获得不俗的反响。他与歌手兼名模苏琪·沃特豪斯稳定交往了五年，近期更传出怀孕喜讯，真格成为新手爸妈。近日，苏琪到墨西哥演出期间，透露自己身穿银色亮片装是为了分散观众们的注意力，接着指着自己隆起的腹部，笑称这招不知道有没有效，幽默宣布怀孕的消息。事实上，苏琪先前在演出时就因为身穿露肚装而被拍到腹部明显隆起的模样。不久前，小两口也一起买了房子，已经将彼此视为未婚妻、未婚夫，甜蜜的感情即将修成正果，收获大批粉丝的祝福，纷纷期待两人的小孩会拥有怎样的高颜值啊！Bye.